大家还记得真我大师探索版这款神机吗？今天它的升级款来了，这就是刚刚发布的真我 GT2 大师探索版。如果你觉得官宣的配色太上头，那么这款冰岛配色你一定可以接受。如果知道一加 S 这款手机的，那么这个设计啊，你们一定不会陌生。直角立边的设计不得不说啊，确实很精致。微型冰感 AG 工业后盖摸起来冰冰凉凉的，很细腻，同样精致感十足。拿在手里啊也很轻薄。来到机身正面，这块超级震撼的京东方内钻牌120赫兹极窄全面屏十分吸引眼球。从设计层面来看，真我 GT2 大师探索版依然是诚意十足。接下来我们聊聊性能，依然是骁龙8 Plus 处理器，不过率先搭载了 LPDDR5X， 安度的跑分高达110万，室温30度下实测原神全高画质60帧率模式，平均帧率在57左右，屏幕最高温度43.3，后盖最高温度42.5，依然是可以完美驾驭原神的机型。不得不说，骁龙8 Plus 确实香了。最后我们再来聊聊影像部分，依然是 IMX766 光学防抖主摄，不过这一次的副摄啊完全不凑数，5000万超广和显微镜镜头，在骁龙8 Plus 更强的 ISP 价值下，影像部分啊相比上代提升很多。最后是100瓦闪充加5000毫安电池，基本没有续航焦虑。真我 GT2 大师探索版应该会延续上代产品的成功，你们说呢？